Yo， 我是维尼。那我们今天开箱的是什么呢？没错，就是画面上这一个。那大家可能想说，哎，我平常不是开箱机器人吗？今天怎么开箱 PVC？ 那我只能说，嘿，这是当初创立频道的时候，为了尝试很多题材，然后也订了一些 PVC 啊，这是其中一支。那它的角色的话，等一下来说，先说它的品牌。那它的品牌的话呢，是我们知道的这件 Alert。它算是 PVC 里面蛮知名的一个品牌啦，对。然后它的角色叫无期啊，对，它好像是出自那个《碧蓝航线》这个作品啊。这个作品我以前只玩过加机版本，手游只碰一下而已，所以它里面角色太多啊，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订了这只。没错、啊，那我们来看到外盒的部分。那外盒的话，基本上跟大部分的 PVC 都一样，它中间一个镂空的部分，让你可以看到内容物这样子。然后它因为它是有那种有点算是花朵的呈现啊，所以旁边这边有一个树枝跟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话呢也是一个蛮中式的一个呈现这样子。然后封底的话呢，就直接是它的商品展示图。对，那这边的话呢会有它的作品名称《碧蓝航线》，然后角色名称的下面它叫无期。然后这边后面的日文跟汉字的话，它算是翻译过来叫做细雨春霞版本啊，就是这个角色这一支 PVC 的版本这样。它好像应该很多版本这样，对。然后选这个算是起跑的啦，所以我只能说真香啊，对。然后它有一般版，一般版的话就是只有这个本体，然后豪华版的话就附这个类似那个屏障的东西，类似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来吧。那打开了后，内容物非常单纯。这个 POK 里面的话，就是本体跟它的底座，还有那个类似屏风的东西，然后说明书这样。所以我才说 PVC 其实内容都很少，而重点它就是做不可动，然后精致这样。好了，我们就直接把它组起来了。然后最后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魅力动人的武器吧。